欢迎来到 Weebly 的网页设计世界。Weebly 是一套云端的网页设计工具，它可以利用云端的布景，让你快速设计出你的漂亮的网站。那 Weebly 它是一个拖拉式的建构系统，里面的图片啊，还有文字，你都可以利用拖拉的方式来摆放到你的网页适当的位置。它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云端系统，它储存在美国的云端的主机。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，而且非常有效率的网站建制方式。我们在后续的教学里面都会提到，利用每一个步骤，很快速、简单建构出非常漂亮而且功能强大的 Weebly 的网站。那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它有100种布景，100多种布景可以让你自己去挑选。当你挑选完布景之后，你可以再去更改布景里面的抬头的图片，然后在布景的底下的空白处。拖拉的方式把你的文字和你的照片置入，你放进去的照片也可以用拖拉的方式来摆放它的位置。除了文字和图片之外，它还有 Flash 或者是 Google 地图，甚至是照片轮播的功能，还有表单收集器，让你收集客户的表单，以及 Google Map、Google 地图，还可以上传影片，还有文件，一般的 PDF 档等等其他文件。甚至它还可以把上传的图片做简单的编辑，譬如说旋转、特效、透明化等等，还有合并的功能。最后呢，你再把这个制作好的网站发布出去，那你可以发布成你自己已经申请的独有自己的网址，或者是使用它免费提供的网址。你可以把这个网站发布出去之后呢，所有的朋友、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网站。好，只要你提交这个网址出去给其他朋友，他们都看得到。所以 Weebly 是一个非常快速建站的系统，你不用安装任何软体在你自己的电脑。经过了以上的简单介绍，在接下来的影片中，您将可以获得一系列的架站技巧，而且还可以创立专属的个人网站，套用您个人的专属网址，树立您的个人品牌，收集潜在客户的名单。您会发现。原来架设网站根本不需要花大钱，原来不用花大钱的网站功能却能够这么的齐全。由于这样的资讯落差，你也能够利用架设网站的技能来接案。目前网页设计的接案行情大约1到3万，每年的维护费用还可以收取3000到6000不等。哦，依照浏览霸自己在2003年创业的经验来分享，一般你去接一个网页设计的行情。1到3万其实算是比较低廉的价格，然后坦白讲，啊，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接一个网页设计的案子，不可能用这么低廉的价格去接案，大部分都要好几万元以上哈。然后呢，每年的维护费用还可以收3000到6000不等。所谓的3000到6000哈，如果您有申请过虚拟主机的话，大部分都会知道，3000元是目前台湾啊，目前在台湾虚拟主机。有资料库的网站算是最低的行情啊，哈，最低的行情，而且大部分都不提供你的架站软体，哈，大部分只提供一个空间，哦，让你自己去上传你的那个，譬如说 WordPress 哦之类的架站软体，然后你自己去操作，自己去 update，自己去升级，哦，等等很多问题都必须自己去解决。那有些大部分都要到6000块以上才有提供这种有后台的网站功能，所以呢。如果我们学会了 Weebly 之后，去外面接一些公司行号，哦，或者是一些其他个人工作室，你可以帮他们制作网页，而且利用 Weebly 的功能简单架站，功能却非常的齐全，其实用非常低的成本，哦，它一年的付费才1000多块而已哦，哦，那每年的维护费用，如果你可以收取到3000到6000，那等于相当两倍多到3倍4倍以上的价格的利润哦。那接案的话，等于说一年你才花1000多块，你接一个案子一万块的话，你就利润至少就有8000多块哦。所以学会 Weebly 的架站技巧，对将来的创业哦非常的有帮助哦。